嚟，真係問我啦！今次嚟嘉賓咧，我哋一齊去迎接呢個倒數儀式。咁啊喺呢度咧，我哋逐個一個主要嘅嘉賓亦都準備就緒啦。咁啊喺呢度咧，我哋逐一咧同大家介紹一下台上邊咧為我哋主持呢個啟動儀式。咁啊咁多位嘅嘉賓，包括有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 香港旅遊發展局主席林建岳博士，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黃之文先生，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派行政區特派員工處特派員謝峰先生，處理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陳百利博士。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監事長宋曙光先生，交通銀行首席專家及交通銀行香港分行行政總裁黃峰先生，咁多位嘅主禮嘉賓手上面咧影嘅手持住個星星啊，意味住咧我哋未來嘅一年咧，哇，星星滿布嘅天上高。 咁啊，咁多位嘅主禮嘉賓咧，手上面揸住咧星星，一陣間咧，我哋會一齊咧，同佢哋咧就數321之後咧，佢將個星星就放喺呢一個嘅啟動儀式嘅台嗰度。同一時間咧，大家咧亦都可以望住咧，我哋嘅維港上空咧，將會為大家發放咧係呢一個長達10分鐘嘅煙火匯演嘅。喺呢個時候，我哋不如一齊數三聲咯，準備，3、2、1。 我打成第一炮，你就没有死了是吧？那我点了？执佢只袋，好啦，仲有13秒，12、11、3。